一打开招募就是俩美女在等着我。我来了。怎么又是他？关关又是他啊，我第一次进来呀。什么怎么又是我？那个带我们掉了40分的男人。不止80分，我们俩合计加起来100多分。认错人了吧妹妹？我怎么对你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呢？碰瓷儿是不是碰瓷儿？没事，开吧，咱们就当初期认识一下，好吧？带你们上分。你信你个鬼！放心，我这六级还是花钱让人打上来的。放心，我很猛。你是在山洞里说话吗？你有没有情商？能不能用高情商的表达方式来说这番话？买了个1000平的大别墅是吧？住着有点……你问问你直播间里那些观众有没有记得我们俩的 ID 过？就是他们都同情我们，我就上次瞄了一眼，就说下面评论都说你把这两个妹子坑的好不容易苟上来的分都给掉光了，让我弥补一下吧。来吧，今天不吃鸡我不走了。兄弟们，我还干过这事儿呢，我。人家主播到哪个队伍，那都是哇，好猛啊！上次带我上了多少分，太猛了！我这一进来，又是他，他俩掉了8分。哎，你这个裙子多少出的呀，大哥？别问，问你是难过。这套军靴我开了2000多块钱。不只是这套军靴吧，我好像听别人说你开什么军靴都挺黑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妈说的没错呀。谁穿的都是，谁穿的都是啊。我要能带你们吃鸡有什么好处吗？你直接给我加微信，我直接给你半夜开视频。没想到带你们掉了这么多分，我还有这种待遇。谢谢，我这把肯定赢，这把肯定赢。我已经预想到我们的结局了，怎么办？我肯定又要坐第二次飞机。哎，怎么没有粉飞机给我们坐？不是，那个是这样的，我带上飞机老被追杀，因为现在不改版了吗？现在左下角会显着那个飞机啊是谁的，我不隐藏老被追杀，我给摘了。你是没钱买燃油了吧？说的我们没坐过飞机一样，真的是，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没忽悠你，是真有人追杀我。绝对，我这个飞机老刺激了，一会儿我带上，今天晚上我让你们体验什么叫掉200分。困困，你还有一张那个保风卡的吧？有，不然我也不敢开呀。你觉得我没有，我敢开吗？我也有一张。你俩有点羞辱我了。我就用在这一局了。你俩有点羞辱我了。四号兄弟，咋了？加油，带我仨赢，拜托了。多找把 DPS， 我一打死了。欧了，兄弟。来，大哥拿枪，我给你备了100多个子弹，咱们平你贼灭乱世。行，来，机港的来了，快来，走吧，冲了吧，上，大哥一把大鼻屎，一人全都满都死，没事儿。哎，哇，这是三个，不，你兄弟你牛逼吹的挺淡定啊，我给你当了10分钟牛马，给你捡子弹，你上来就没了，哎呀，这我咋整啊？完了，收脚步，没招了。背水一战吧，妈妈赐予我力量。哎，人多了。哎呀，你让我怎么办？那给我们报仇呗，狠狠的干。我根本不会打人。你为什么要蹲着走呢？你他紧张，你别指挥他了。他只会充钱，他不会打游戏。我能走吗？我应该躲在哪里去啊？你要不跟他们拼了吧？他们在打架。是的，你能过去偷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真的吗？我现在啥也看不到。那你这个你是千里眼呀，能离这远你能看见？你真看见你早吃鸡了。哎，我教你一招，你趴下。从缝里能看到敌人呢，真的、哎、真的，对，开镜，哎，看没有，就这个小位置绝了，跟你说，看，往下点，再往下，你往下点，哎，看没有，谁来你就抠他脚趾头，你抠死他，就这个位置，我跟你说，爱谁谁。他是不是在把你当傻瓜？没有，我真的不想说话。买这个饮料。小姐姐，我说实话，你别不高兴啊、嗯，就我看到了你的走位，我感觉你都不如人机。我让我来教你如何一步一步变成大神，好吧？首先第一点，你能出现这种移动，是证明你的走位不流畅。你调一下，打开你的设置，让我教你变成一名女高手，3分钟速成。来，
对，打开你的设置，把你的轮盘调到最小。对，就是操作设置自定义布局，有个移动那个轮盘，调到最小，把那个持续冲刺拉到最下面。看到了，然后我已经拉到最下了。对，然后把你的轮盘缩到最小。这也太小了。哎，没事儿，没事儿。嗯。然后你退出，你开始走位，让大家伙看看你潇洒的走位。来走，直接拉满。看没有，拐弯是不是流畅了？怎么样？三哥，你蹲起，蹲起，蹲起，流畅，是不是？行不行？哎，都会闪蹲了。看见没，美眉们？不是说你们打游戏打不好，是你们缺找一个像我这样有耐心的男人教导你们，知道不？是不是？啊、哎，怎么样？是不是流畅了？是不是？有一点点。前面有车，看见没有？我建议你赶紧向左跑，向左跑，对，别回头，跑，别回头，哎，下车，哎，怎么回事？严伤害还没我高，说谁呢？嫌弃我是不是？女人，你听好了，男人一时不行，不代表他一直不行。一直不行，不代表他永远不行，懂？怎么办呀？开始，带上飞机，等会儿啊。小姐姐，这把得老惨了，你看，我给你们装上飞机，让你们感受一下残忍，好吧？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残忍。你们先搜哈，来人告诉我一声，我这把我去变个身，好吧？我不变身，我可能是带不了你们吃鸡了，我要提升一下实力，变个身。是咋的呀？是的吧？心宽体胖。战甲身上披，鸡毛衣服底。来吧，我儿子神！看看走位啊！鸡王附身了是吧？没来呢！我儿子神！开炮！你他娘的当时开炮啊！欧了！别闹了啊！我还想去看岩菜变成什么样。现在我是高手了。我捡不下了这只狗，别捡了呗，那就又没什么用，留着当宠物不行吗？还没我可爱呢，拿它当什么宠物啊？清醒我吧，清醒我吧，给他，快点给他，应该给我们，为什么要跟他对话？受不了了，受不了。那我说的有毛病吗？快点，我们孤立他。我说的没有毛病啊。你们天天搂着我睡觉不香吗？搂个大机器狗干什么？这大哥都笑了，那个油啊，能炒一碗，炒凉粉，这叫浪漫。这怎么能叫油呢？油来直播间的兄弟们，我油吗？那不是浪漫。哎，油！完了，被蹲了。快来救我，来救我，来来来来来来，可以救，可以救，可以救。他们在山顶上。快点，快点，这边他们要打。这你看，来干我的了吧？别炸到。干我！受伤的是你们自己呀、啊。找一个，外面还有一个，外面还有一个，外面小房子一楼。走。卡楼梯是我的强项，谁哎哎哎谁哎停，怎么办怕咱怎么办，下期继续呗，怎么办？这把你们没有保分卡了吧？这条贼船我上了一次，上了两次，我必不可能再上第三次，最后一次。你看咱们的粉嫩小小姐妹团，对不对？不能因为你的一意孤行。哎，穿上你给我穿着呢，你穿着呢，咱们这个粉嫩小小军团，你怎么把衣服给脱了呢？哎，对，我们的粉嫩小军团绝对不可能因为一两次的失败而失败，对不对？要鼓起勇气，姐妹们，一次两次的失败无所谓。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加油。又来蹲，我又来抓我。车来了，车来了，来了，干他！咱动车了，哈哈，看看，咱的粉丝多爱我，天天必须得过来干我。哎，那今天我也不手下留情了，来，好了，你们别怪我辣手摧花，掀粉走辣，看。陈大白呀，陈大白，你看，我就说你们肯定是来抓我的，是不是？带俩小姐姐，你们还来？看你的，你看我，看我，还干我们？我出门差点，我就得亏我拐弯快，我拐弯慢一点，俺们四个都没了。你过来干我的？我们俩都还没开枪，你们俩就你们都直接打我们了。啊，那打我们的不是你们？那是我们呀，真的是。满编队。
我去，那不好意思啊，兄弟，认错人了，有人打我们，认错人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兄弟，对不起，对不起，爱你，嗯，我错了，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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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有人，有人，还在蹲我，牛啊，宝贝儿。的方式告诉你们大仙枪，这无法弥补的伤势，即使你们是暗藏装置，也必须死在当日。我做出的方式就是这么毒。我去，牛天，就非得毒死也抓我是吧？毒死也抓我，毒死也干我。周六更新下一集啊，周五出军区。哼，本喵干的就是你，还想有下集？兄弟们，点赞过3000，投币过3000，下局看我怎么干的。